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四月十二，亚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安尼讲：恁求救我，我祈祷，我会注意听。恁若找求我，恁会找到。恁若专心找求我，我一定会予恁找到。三个来祈祷，予阮通找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赏赐丰盛恩典，赐下人民疼痛的上帝。你予阮有对你来的快乐佮同在，也予阮有活命佮平安。主啊，因为你对阮所存的意思是享受平安的意思，毋是要予阮受灾的。因为你是仁慈良善的天父，主啊，你依爱阮，单单来找求你，也欢喜阮用懊恼甲感谢来献乎你。主啊，感谢你欢喜听阮的声，因为阮求救你，用你祈祷，你会注意听。阮若找求你，你会予阮找到。感谢你应允阮，阮若专心找求你，你一定会予阮找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